想干嘛？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，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累人的话。救命啊！别折磨我了，出门收到康乃馨一大把。你是想怎样啊？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了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，不要吧，知道了。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说的话就怕被笑了。大叔啊，哎哎，大叔啊，难道就就惩罚表不会背吗？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想干嘛？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，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累人的话。救命啊！别折磨我了，出门收到康乃馨一大把。你是想怎样啊？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了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，不要吧，知道了。知道了，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说的话就他的下来。大叔啊，哎哎，大叔啊，难道学着惩罚表你不会背吗？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我不要康乃馨。行行行，我知道啦。什么？打折？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，不要吧，知道了。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说的话就怕得笑啦。大叔啊，哎哎，大叔啊，难道就这惩罚表你不会背吗？哎呀，你说呀，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